燃气油炸机，然后看一下我们那个连接，然后这是一个真空过滤，真空过滤啊，从底部然后进油，然后过滤完之后从底部然后打到我们那个油炸机那个里边去，然后看一下出油罐，出油罐哈，这一个是一个进油管，这个地方是一个进油管，上面进油管，下面的是一个回油管，啊，然后我分别对应着有符号，1-1、2-2、3-3，这个都是有那个标志的哈，到时候找一下，一定要按照标志，按照标志，每一个都对应的标志，然后5找5，啊，6找6。